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弟，我等上你永远看不腻。各位，自从朵莉亚这个英雄，这个英雄出来之后呢，团队对决的战场可以说是变化性更大了。那这个英雄呢，现在是非编辑选，在排位赛基本上是看不到朵莉亚的出现，因为他这个大招实在是太过于 OP。那皇帝有在有一天刷抖音，刷着刷着，什么竟然有这么 OP 的玩法，皇帝马上踢掉了脑海中。今天就是来教大家朵莉亚如何让一个角色变成无敌的存在。那我们今天要跟朵莉亚搭配的英雄呢，就是我们的苏。苏的二技呢，各位都知道这个狙击啊，就是非常的痛。如果我们能够用朵莉亚让苏的狙击变成无限狙击，那岂不是每一场随便打都随便赢吗？对不对？皇帝我就看到《王者荣耀》的百里守约跟朵莉亚的合作。来，各位，我先上一步再说。一弹一秒的时候，朵莉亚帮他刷新一下，就要走3秒的冷却，相当于没帮忙。我们叫他短 CD。神奇的地方来了，朵莉亚大招光波打到守约身上时，如果守约自己冷却完一颗子弹，朵莉亚就会帮他储存第二颗子弹。只走了一个3秒的短 CD， 却做了一个长 CD 的事情。每3秒帮守约额外填装一颗子弹，再加上守约自己的冷却，所以就能做到无限子弹留百里守约。嗨，各位，影片上。这个朵莉亚跟守约的合作非常的无敌，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在传说对决战场重现这个无限子弹流，因为好像真的蛮难的，必须要在二技能开下去的时候，在那零点几秒瞬间朵莉亚开大，才能够一直维持这个无限子弹的续航，而且在战场中还要注意对方的操作，还要注意对方的一些战场的各种状况，然后朵莉亚就很辛苦，她要一直盯着我的技能看，对，还要躲对手的招，然后救队友等等等等，她会变得非常忙，所以我今天找来我非常信任的朵莉亚，就来试看传说对决版本的这个无限子弹流到底可不可以成功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今天的影片马上开始 ，Let's go。Cause everything that we touch gives us a rush, and everything that we taste feels like a dreamOK， 那我们这一局一样，好不好？输家朵莉亚到底能不能成功？那我们刚起手试牌一场，但失败了。那原因是朵莉亚就说：“你一直放一技能，我怎么重置？”哦，说的也是，所以这一场皇帝我打死不会放一技能。但感觉我这一场就会成功，好不好？各位帮我加油。那今天这一场我们的这个无限子弹流的输呢，到底能不能再现？好，就让我们敬请期待。OK， 这一场对手也是朵 HKE， 认真要确定哎，硕儿哥哥。看一下我的电量，靠北剩7%，没在冲是怎样？靠腰裂开，裂开局，奇怪有啊，回归正轨好不好？对面也玩输哎，可惜对面的输是可以放眼的，我不能放眼，这就是我们双方的差距，干你啊！啊，躲嘞，想你哦啊！啊，你们这输很准哎 ，Holy shit， 不要这样子呗。狙不到呢，是我的问题吗？好像是糟了，就算给我无限子弹，我他妈也狙不中。啊，狙什么狙啊？完了，他这个准度，如果让他无限子弹，我直接他妈龟头开花。他很猛哎，人都下来喽。我真的狙不到他，认真狙不到。来，我们朵莉亚四等了。哎呦喂，等我们的。二技能好一点，哥哥不要，这句话是我要讲的吧？OK， 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我们先来试一发，帮忙狙，来喽！啊，鸟尾真的有成功了，我现在还是两颗子弹，各位有看到吗？然后朵莉亚这个时候。对，成功了，来，我们等这个第二发，来哦。还是两发哎，靠呗，真的假的啦？来哦，再来一次，我们再来一次，空狙也没关系。有三发，哦，五呀，无限子弹，真的哎，好扯哦。然后朵莉的大招应该也快好了。16秒啊，代表 他失败了。刚刚这一发朵莉亚失败，如果他的冷却超过5秒吧，就代表这朵莉亚重置技能失败。没事没事，刚刚前面有成功。
OK OK。只是说不能放我的一技能，我的这个整体感觉就像废掉了。干那个卢米亚大招一直被那个朵莉亚重置，快疯了。走位，这次总算被我躲掉了。来哦，来哦，还有三发哦，来哦。等一下。有，我跟你讲，我狙击虽然烂，但是我无限狙总会中一发吧，好不好？来了，打到三发，哈哈哈哈！我现在狙一发掉，我真的狙不到他，还有我们点塔，可以哦。没事，我现在没有狙，伏地好大招可以，再等一下就有了。反正就是一发接近第二发的时候是最刚好的。来哦，对方应该有大招了，打稳，来。哇，伏地好你的大嘞！看来各位，就是你的队友必须非常专注在帮你补子弹这部分，他刚刚就是在发呆。我现在狙一发掉。先不要重置哦，来哦，再来要准备重置哦，来喽，OK， 就是这样，一秒大，哇，又失败，这真的很难哎，无限子弹流，哎，这里有人，跟，他小啊。哦干，我钱都交了，只是我们一直把朵莉亚绑在身上，他都不能去帮别人扣大。不过无限子弹流感觉可以成功啊，不过在高端局这个感觉比较像娱乐才有机会成功，在高端局可能真的比较难用出来。你必须要一个足够的空档让你一直狙啊。我先再把一发狙掉 ，OK， 来哦，我们再试一次。重点是玩这个，你不能够放一技能，很容易被吃掉。来哦，有没有成功吗？失败。我觉得我在射子弹这个时候输也是蛮关键，不能只说朵莉亚。我只要子弹射出去的速度太慢或太快，也会影响到朵莉亚的发挥。来哦，先试一试。有吗？有三秒冷却吗？干你娘！哇，被砸到，残血。这半血好像也是没有三秒冷却，这个真的很难用出来，不得不说，打起来，好烦哦，一直被砸。OK， 我现在没子弹了，直接射干。再等我一下就有子弹了，再等一下。有，他成功了耶。有吗？成功，我子弹量不能那么多，不然会用。啊娘喂！啊你好喂，去哪里，狙烂你们干。无限子弹流哦。感觉敌方是铁厂干。没了啦，我们的无限子弹流。诺伦有吗，没了，看来是没了。
阿鸟尾，阿鸟尾剩一个兵线，谁有吗？有吗？啊啊！完了！完了！啊啊！不过各位，无限子弹流又成功了，跟辅助必须要在非常默契的情况下，你才有这个机会可以。然后再加上你可能真的要开小号，你开本号玩这个，除非队友超照，不然我觉得要赢有点小难，因为你必须专注在这个无限子弹的上面，你的辅助也不能去帮别人，然后就是要专注在你身上，就蛮难的。对，我们就也别一直测试，不然胜率不快就掉。反正各位，无限子弹流是可以，但是要多练习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屌，真的很屌。好，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打开小黄点，也别忘记追踪 IG。谢谢老皇帝，我等待你永远看不腻，好不好？拜。我在讲什么？